明年见。再见了，没多错。再见。啊，再见。明年见。现在呢，白泽在联系他的家乡人，他现在知道了啊，但是他跟我说他今年给小孩的医保钱是交了的，但是查不到，他在想办法。麦朵拉泽，他没有参保，已经问了，没参保，没有。点点右侧三连，嗯，走了，走，真的想都想不到，这就是计划不如变化。本来前天就应该再见了。
在河边的时候呢，我看见他的手就非常的红啊，就一看啊就是一个干活人的手。他在家呢确实也是干很多活，他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啊，他们兄妹十个人，那估计要做饭洗衣啊，还得放羊吧，放牛，真的很粗糙啊。但是这都不影响，真的都不影响啊。美索索吸引我的就是他那种藏族的那种气质吧，可以这样说，就走路啊有点向前倾，个子呢非常高，并且呢非常的瘦，我觉得确实是挺符合我的审美标准的啊。所以说我去跟他想说说话聊聊天，谁知道呢他就带我去了他的家，去了医院，那是他临时的家啊。然后就看到他有孩子，结果非常搞笑啊，我就说这孩子是你的吗？他说不是，他还年轻啊，不是他的，他还没有结婚，那是他哥哥的。但是他哥哥呢话也说不好，说他说是他弟弟。结果在他们病房里呢，就是靠窗户还认识一位19岁的一个小姑娘啊，她是上初一，19岁上初一，没错，这里19岁上初一是非常正常的。哎呀，大家就坐在病房里聊天，有说有笑的啊，虽然说沟通的不是那么顺畅，但是慢慢沟通是没问题的啊，真的没问题。仔细想想呢，我也是帮助了他们一些事情啊，比如说出院的话，医生说必须要今天早上8点钟才能那个什么出院手续，我去给医生说了说，结果就可以办了啊。但是护士站的话必须要到凌晨12点，然后凌晨12点呢他给我打电话又办不了，今天早上过去又办啊，又帮他们家的三个孩子补办了医保卡，他们三个孩子都没有，明年的话就可以享受医保了。孩子的性别呢，当时打电话的时候也咨询了啊，直接去他们家旁边的派出所就可以改了，把女孩改成男孩，确实是男孩啊，他们欢笑部我看到了，确实是男孩。但是还是非常可惜啊，这次他们看病花了有5000多块钱，一分钱都没有报。我也说了很多，但是不行啊，3月份的时候医保啊就已经截止交钱了啊，现在都5月份了，所以说没有任何的办法。本来今天是走不了的啊，他们要打算住宾馆的，但是呢我跟他们说啊，顺风车运气真的是好啊，有一辆顺风车直接就到他们家乡，真的是太好了，这个运气坐顺风车好，顺风车直接到他们家乡比大巴坐着舒服啊。价钱的话虽然说比班车贵一点，但是你还得转车嘛，对不对？这他们家我估计要开到晚上12点才能到，估计12点都到不了，反正司机反正跟他说的也是慢慢开啊。哎呀，就跟做梦一样的样了，做梦一样的。白泽美多措，两位藏族朋友，我肯定是要去的啊，但是现在不去，现在我要去拉萨。下半年吧，或者冬天的时候，或者说是明年的时候，他们家的地址啊我知道的，直接开过去到他们家喝个酥油茶，吃个风干的牦牛肉羊肉，是不是？然后再吃吃他们藏族的糌粑，或者说是他们也拉面啊，拉面。哎，不错。就不知道那个时候美多措结婚了没有啊，如果说结婚的话那就不好多拍了，如果说没结婚的话还可以聊一聊，开开玩笑啊，对不对？不过美多措也是那天晚上在折多河旁边吞吞吐吐的说，回去啊22了嘛，也该结婚了。哎，就不说了，朋友们，不说了。